耶，还能帮做斩魄刀，没那么快吧？干，岩石丸是他小炎龙的太刀，好炫哦！可是很丑。有一哦，我以为我刚刚看到一把剑，一把太刀叫飞骨太刀，我以为是排骨太刀。<笑>排骨太刀，想说好吃，原来是飞骨太刀。 哎，我去看一下有没有中毒啊！嗯，这一刀那烂呢、欸。他现在好多武器好帅，我可能考虑把那个其中一件换掉，然后让他连射没有，嗯，比如说头换掉。 不对，哦，大岩柱，买只铁刀，干，铁矿石10个，大地结晶10个。 气垫的店员小姐可以跟他领工会推荐信，没有啊，听你放屁，没有啊，爱骗呢。 追加仓库，打开追加仓库，这个要付方案啊，没有啦，我是菜菜，有没有方案可以用？我不垃圾。 哦，想要玩太刀，太刀其实还是比较方便。这个太刀厨，超爽，想砍谁就砍谁。现在仔细想想，真是感谢当初那一群贱人。什么意思？因为我一开始玩《魔物猎人》的时候，就认识了一些人。 然后一开始还好，就是大家玩玩笑一笑，开开玩笑。那后来他妈那叫什么，得寸进尺，讲话越来越难听，然后又那个就是对汉话跟日文很 care， 毛很多，然后就觉得很烦，对不对？真的，然后就学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想说好了不起，我他妈自己来。然后从那之后，我就自己跑来玩那个网络版，就刚好没多久之后，青干线代理。 要成为了一个 hunter、嗯、猎人梦，可是还是单机比较好玩。好，希望四 G 赶快出哦！干，真的！卡普空，快点嘛！一天到晚坑钱，这次给你坑，快做个 VU 的4 G HD 版。真的，你有看那个吗？太空战士7移植。 移到哪里？移到 PS， 画面应该一样丑吧？然后他说 return， 结果画面一模一样，干，超靠北，重置他妈真的那边出了有的没的垃圾东西，真的，那个只能叫复刻，真是有够烂的，想钱想疯啦，难道屁眼流血、啊？干，下啦，好啦，走，先休息啦，再说啦，嗯。
啵啵啵啵。老皮来敲我。None。自己打个吃火龙。打个吃火龙就关啦。可是这个转方向组就不太好用，我想要接回去我的 PS2。A 穿龙也好炫哦，没打过。路白有那种很多毒，看吃我这么厚。好，罚一头雌火龙，强袭雌火龙。为什么差这么多啊？讨伐跟狩猎，狩猎是随便，讨伐是打死。讨伐22等，那么难吗？上级任务。这段雌火龙尾巴，这个，那人家讲什么？最下面那个追加仓库，完成任务后，那两个大印会从公会金在那武器小姐那边领哦。公杀小，所以是怎样？好了，人家都这样讲，我看一下。油气要钱吗？不用，免费，永久免费，超级免费，一辈子都不用钱，玩都玩都可以玩。哦，是这个啦。单挑不给就送，这游戏可以用键盘玩吗？还是一定要用摇杆？你也可以用嘴巴玩哦。干会不会打、啊、滚啊，翻滚啊，磨刀啊，喝水啊，白痴。是啊，你想要用键盘也是可以用键盘，都可以用，想用什么就用什么。干，我不知道吃火龙在哪里。你看上面的那一条看起来很多，但实际上是干，实际上跑一下就没了，跟加基本的差异。网络版的那个耐力消耗特别快，可是我不知道后来有没有改，那个时候是这样了，现在就不知道了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飘逸。哦，到吃火龙。哦，到吃火龙。吃火龙。我没有带十字镐，我想挖，我想挖大地结晶呢，我想要做铁刀。
喵，在哪里？操你个逼！你到底跑到哪去？好烦哦！我觉得找龙是一件最痛苦的事情，因为它通常好像是移动位置是固定。六呢？以前还会知道它在哪里，现在真的不懂。在哪里？哎、欸、啊 ，Hello！ 哇，太太，你的蜜汁都流出来啦！看到，蜜汁都流出来啦！哎呦，干准两次！哎，您为什么那么准两次啊？我受不了了，挂了。超爆肝中毒！喂，太太，您这个不止流出来啦，还毒了我满脸啊！哦，砍不到哎、欸，我大剑上捞砍不到哎、欸。太太，你又转啦！啊，太太，你怎么累惨啦？哎呦，亚空间甩尾！太太，你翅膀断啦！断啦！哎呀，他哎，然后就这样跑。连尾巴都可以挖两次，哎，超爽的。我可以挖三次，哎，超爽的。东西你们毛好多、哦，拿大剑就是他妈先想办法断尾，之后就拼命劈人家的头啦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诀窍？没有啦，就这样。哦，这个地图超靠北，你看后面那两只小蜜蜂，哇，你每次爬这个，它就一定会把你盯下来。来看看我们这次运气好不好？运气不好，它就会撸你，然后把你盯下去。哎、欸，别闹别闹，哎哎哎哎哎哎，哇！靠北我才刚跑到、欸、Peter 12398 我刚好看到啦 Welcom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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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 much good 他不是贵
哇，太太！太太，我先把旁边的贱人踢死啊！哎！哎哎哎！哎，这只算大只的了，我讲。哎，对对对，撞都撞，都可以撞，撞死他。哦，没看到了，好吧。转两次，可怕了，转两次。转两次，只要你离得够近，他就会转。抱歉，按错了。哎干！亚空间一击！哇，超级老鹰哎！超级老鹰，你把它劈下来！惊吓的跳跃，就没看到哎、欸，靠靠北了。妈的！太太，您的头怎么这么高啊？劈都劈不到。他刚刚是抖一下，吓死我了！我还是没有办法习惯，就是三角形按了之后不会直接劈刀。又没有中，嘎，难过。生气啦！太太你好生气哟、哦！破啦！老鹰超猛，超级小小跳步火车，我觉得龙类所有动作里面最恐怖就是这一招，毫无妈任何预警就叮你一下，而且动作也不大，你就大爆血。小跳步火车。哎，啊，这个就是大火车。实际上，他刚刚那个动作也是大的，只是因为设定让他顶一下就没了。哎，哇，把体力都挡完了，射啦！觉得这超大的，真诡异。这火龙这么大只，挡到血量没了，没办法。太太您挺猛的，哎。哎哎，哇，这蓝跳还蛮白，还白，蛮白目。又没看到，是都看到。难过。
我一直瞄不到头，哎，好靠背啊！太太，您的头可不可以面对我啊？我希望你只看着我一个人。亚空间甩尾，看到翅膀。And keep up。哦，太太。尖猎人，呀哇！哎呦，超级漂亮！不过这样转过来之后，就是位置没有算好，然后被他那个火球直接吐到脸上面。顶了两下，我们出来一点打吧，好不？您的位置实在是太难搞了。发呆，干，好想砍哦，出来一点啦、啊。树实在是太密集，用掌机玩的时候更痛苦，尤其还下雨。以前下雨加上这个地图在里面打怪都是就是一种痛苦。出来打啦！哎呦，还行！出来打！哎，怎么办、啊？你们有知道这个怎么出来打？有没有什么心得还是什么？出来打！来打！好，站，终于出来打，这都跑到美丽。叮叮叮，那边叮叮叮啊！
为了健康着想，不要再玩啦，休息啦，休息啦。我终于他妈三段劈到一次了，气死我了。干打屁！没血啦！哎，亚空间甩尾！哎，大妈，等一下！哎呦，吓我一跳！我回去拿点补给品啊！你们不要紧张啊，等等就来会一会。这个呢，打龙打到一半跑回来睡觉啊，也是这个理所当然的。啊，真好睡。嗯，一觉到天明啊。哎，太太啊，这里，我又回来啦，我体力满满的又回来跟你 say hi。嗨，干你老公。嗨，尖猎人，当地土也太好了。算比较空旷，是蛮怪的。天，啊！咬一口，哈哈，早就预料到了，这贱人，玩母龙就是贱。